哇塞！有一点变形，脚破了吧？嗯，这里应该没事吧？你把它掰一下，把它抬一下，抬一下。就它一个脚先着地嘛，就这样。应该没，只要没力就行。再抬一下。嗯，好。你看它摔下来的角度是脚着地的呀。啊，它一个脚先着地的，不是那么平了。啊。一个够了吧？